好投入，系算唔错，打羽毛球啊，即系好少见到咁嘅高度，哇！呢、這个真系犀利。但是頂得住啊！日本隊，哇！真係攻唔穿啊，犀利啊！嗱、啊，真係好高啊，好難推啊！味道啊，嗱、啊，個原因咧就係、是、即係有印尼教練喺日本，靚波。哇！個互補嘅能力都相當之強啊，兩位俄羅斯嘅球員。哇！防守都一樣係相當之強啊，11-14。我覺得遠藤大佑仲好過早川二一啊。遠藤大佑，我覺得是全方位，即係前半場都得嘅，甚至乎咧，其實佢打單打都唔錯，因為曾經佢、伊文諾夫嘅即係拍檔啦，其實難度都好高。嗯，出界啊！哇！真係開底線。部分啊，就即系所以我话惨就系咁解啦。开个波啊！波系出咗底线界嘅，好快啊个节奏！之后啊，俄罗斯队又再增添两分。新嘅组合，保位保得靓啊！做穿延一，好啊！远藤大佑可能就褪得切啊，即系暂时嚟讲咧，就鹰眼。如果你话要提意见咧，就呢方面我谂都值得系改善啊。系。哇！都仲補到啊，伊雲諾夫。哇！繼續拼。
哎呀，十三。反應真係相當快啊！蘇卓，不過依個階段當然啦，分數優勢咧就喺俄羅斯呢一邊啊。應該就好容易可以博到一分了。